啊，即咱来了解吼，基本就是菩萨，正确的菩萨，甲唔是正确的菩萨，吼、哦。唔通讲将来，咱修了唔对，所以这个正确的菩萨，伊就是家己有那独善其身，佮兼善天下，吼、哦，就是讲自度。啊，严格讲，这三十七道品的自度，头前讲过的菩提品都是度他。哦，咱的目标是安尼，啊，但是要行菩萨道，那不是遐简单，这嘛是熟悉的。所以咱之前有甲咱讲，爱有地主娘甲福主娘，对吼？你若是如果无地主娘，你所说的话可能会偏差。啊，偏差这地主娘一定要不断的研究分析，叫做闻分修，吼、哦，前回甲甲咱讲闻分析，这个闻思。这个书有两种意思，第一，法义上的思维，你的法义会愈精明、愈正确。第二点，思维讲后壁要修的这个，我有接受无？敢听有？你若无安尼吼，真正袂使，袂当断除一切业，啊无断除、无修、无反省，袂当断除一切业。啊，当然将来嘛是。六道轮回无尽期，记好，所以一定要思，啊，思是两种，第一法义思，思法义。譬如讲，什么叫做正确的菩萨？世尊甲咱交代好，什么叫做唔是正确的菩萨？这嘛是甲咱交代啊。啊，所以唔是讲听过就好，长期搁在看，吼、哦，叫做闻道闻，第一思甲恁讲解，第二。您等下，您家己爱思维，思维等下搁再看，啊看完了，您思维，那么这个我从那边来做讲，吼、哦，这个足重要哟。假使你若是思维知影，可是你做袂出，安都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有进步，由下而中，由中而上，这是咧大乘论讲的，吼、哦。第二进步，第二进步，到将来因缘成熟，佛陀会派你去讲经，不但派你讲经，佮派你讲大乘。啊，所以我咧讲，多听你唔当厌倦。那讲讲话讲，啊，佮再讲，注意，咱若无安尼温心哦，咱即马即个一个娑婆世界众生，福报积浅，福尽薄弱。根基真浅，哎，怎样？书要个要讲嘛，大家看过来变的。啊，大家看我书位，即句话，即句话，即句话，啊，得尽量做向上直直做，向上直直进化，进化，进化。哎呀，呢，啊，说唔能讲听侪，你个厌倦、厌讨厌。本来孔夫子就甲咱讲啊，学不厌，他温故知新。可以为人师，对吼？啊，这有跟您讲过无？阿伯南将有没有讲过？我袂记一年啦。阿伯南将有没有记一吼？本故知新，就是思维，知影讲将即句法语会当搁在旁通，旁通知影无？搁在旁通，啊，旁通你若知影。将来你要引来资料真济，吼、哦！啊，将来就修。啊，众生界讲修，伊感到真正家己克服为过。我咧讲哦，你今仔学不念，啊，佮将来伫即个菩萨道，我哪会搞不惯？啊，你搞不惯吼、哦，你佮在法义上真正确，啊，你将来足济众生会信心。啊，那无正确，众生就对咱无信心。你敢知影？有诶，甲讲，伊都无一定要调整啊。安怎无要调整？伊习惯性改变过。啊，咱伫八关斋戒，甚至不是给鼓励众生忏、爱悔，好无？有没有？爱悔改啊，
惨，就是真正的唔对，啊，就悔改八日啦。即下八干斋戒过了，卖个唔对安尼，安尼即个业色，开净土，净土了，咱的发心的光明开现。即嘛不是计甲恁留啊，啊留你唔知，听到伊讲啊，师父定去讲这個，啊定去讲这是师父要义，业色无净土。发心的光明扑得起来，啊！啊，嘛是你若无会，搁再讲呢，嘛是搁作业，啊，作业现实嘛搁报啊。我正跟你讲哦，不管在个叫恁惨，啊，有诶去做去做去做，悔无变，伊无要悔改。今仔日一个男将去找师父。那是在海山有哪有做污染喷火，因太太中风，可能有哪六十几岁啊？中风哦，去讲因太太中风，阿要安怎处理？讲阿恁翁阿某不管在家做几遍，用阮太太做八遍，阿你做几遍，我做三遍安尼。啊！才做三遍，我讲啊，恁讲长斋，伊讲阮食早斋，啊，讲阮食早斋，啊，你食早斋，啊，中午食粗的加食寡，啊，唔长食粗的搁加食寡，那无恁太太袂中，啊，甲佮笑，佮笑就迄个师父讲着嘛，以为食早斋就是佮修行啊，啊，中长甲暗长。唔肯，我话你都在家无食，啊中昼等到暗顿加食寡，啊个笑，到尾中午即马昏迷，迄个就冤故，无要忏悔，哦，啊即马伊讲阿叔这边咱来甲强定，哦，我来甲强定，救恁太太，差不多有八成五救会着。爱听到要强定，讲无灵日嘞，伊嘛无爱做啊。啊，灵日就去灵日嘛，都可以去继续分袂，安尼也无法度啊。伊就是唔肯就对，唔肯我嘛无法哩。这个叫做众生顽固，难调难落。不管在家甲讲，讲禅是过去唔对，对心口意业，吼、哦，啊，这么会恁都爱修，就是他。也不重，安尼叫做惨而不悔，业障无那故障，未使接。啊，所以你注意一下，家己今仔日问哦，菩萨道安怎修？啊，唔是菩萨道是啥物差别安尼？啊，你即马等下阁看，看书位。当个恁在家己想讲，我有做无？啊，这个法器我有真啊精通无？因为法器恁也精通，将来土准智慧开发，会当来教育众生。哦，这个叫做度他。但是你今仔只要安尼来去做，这个叫做主动，这个袂当无。哦，啊，你若讲做讲，不管怎个有去参，有诶是，我敢知，恁有哪有人无去做？为什么恁顽固？我敢讲恁顽固，恁无要听书，甲恁教育，无要依教奉行，恁无去做啊？为什么无去做？根本业障恁也无忏，恁都袂当成真。啊啊，那也是个主业，拢总掉了。恁袂使讲安尼即个代志，放外外呢？无做的人，恁家己勇敢描我看卖啊！勇敢描手，不管在干，你讲嘞？真正拢有做过吗？真正吼、哦，一定爱继续做。好，恁若有唔描手就算了哈。我知影有无做的，我知道，一定爱继续参，啊，但是介入来想。哦、所以咱一定要
师父是以世尊的经教，是依教奉行，达成菩萨道。但是咱今仔日在家地主嘛，在依教奉行，恁唔捌嘞，我甲恁讲出来。啊，讲在恁即马听，反正一边听无，两边听无，第三四边就开始听有啊。安尼，这个情形是啥物事？是不是启蒙？是不是？是哈。啊，像咱来讲哦，咱的囡仔是大人甲咱生，啊，甲咱养，啊，是大人免教，伊先养会晓，免教养。你唔通讲囡仔无要出来学校。讲阮家己要教，你凭什么本事，家己养教囡仔？哈、哦，叫好了，这张底下喏，生养，这个是父母哈。但是你爱尽量哦，虽然讲爱送去学校吼，但是一寡厝内的环境、甲囡仔行为，学校看无到的，啊，你尽量爱甲杜绝。你若无杜绝哦，这囡仔将来有哪歹去？但是囡仔慢慢成长出社会，爱向含人斗阵，就是你爸母教出来。但是你爸母若袂晓教咧，囡仔将来出社会有哪袂晓？但是学习是由老师教，由师长教。囡仔将来要捌字，吼、哦，也要捌一寡社会的代志。对七岁入啊，教国中，国中搁教高中，高中搁再教大学，大学有诶。老爸老母鼓励入研究院，感谢这个研究院读硕士，大学毕业过读硕士，反就是由政府举办的，诶，这个教育部举办的，一定爱给考级当去。这个囡仔较捌字，但是无一定捌道理。我再甲你讲，囡仔捌字无一定捌道理，因为爸母若无注重。注重道德，注重这做人的标准啊！囡仔不一定捌道理，这个就看是大人伊本身捌道理的人来去教育啊。好、哦，啊，这囡仔要甲培养，甲会当成才，一定爱这个动望，哦，这是爸母哈，所以囡仔有这种。这个囡仔是优点，咁是安尼？啊？啊？哦，幼稚嘛。幼稚这囡仔是唔捌道理，是古锥。啊，有的是善良，自然天生善良；啊，有的是不善良。啊，所以唔知讲安怎较对，安怎唔对。啊，这里恁来处理，也啊，搁这动物中啊个蒙白，幼稚蒙白。啊，你不甲教，伊别不甲教，别使钱。好，你若讲放鬼仔，我甲你讲，这个囡仔将来会死伫爸母的手里。较早有去讲，细汉头挂布，啊大汉呢，太宽裕，就是因为老母无甲念，所以到尾培养个是一个真无好囡仔。啊，较早有一个故事，打架劫杀，啊即摆叫人抓着，要处斩，伊就是讲，迄个要斩监斩官，
他们讲你即马要需要啥？像我现在要食我妈妈一嘴凉的，有无？这故事无？到尾伊妈妈伫遐去看物件，要用台，准出来，讲你既然要食一嘴凉，互你食，准对老母凉啊头甲夹断，对吼？这个是即句，这个故事会当经过后代。而且像那怎啊，甘丹光甘嘛讲，你想那开要干？要甲恁老母甲恁爸，伊讲，阮妈妈这对娘啊，会用甲饲大，唔过袂用甲教呢。我细汉去共偷挂布，伊拢鼓励讲，若有机会去体验。所以养成我一个习惯，我到尾我无一己之长，唯有共共拼共偷安尼尔，今仔开落这款的下场，迄广告甲其他一点看的人。心里有哪有想到说这是一个真人真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还在孩子不会不会去我们有的时段不会去唯有上去给给这个教育家以前是都总去给书儿来教书儿知道读书儿的先生教、哦、就对这三字经啊涉世贤文啊这样直直教教到书阿先生若会晓啊，愈教愈大汉了，较教四书五经安尼。啊，到青年的中间较上官去考，考啥货？地方先考，考一个叫举人，到尾较上官去考教，考状元、探花、榜眼，啊，直直成长起来。啊，就即马着做官嘛。啊，做官你若假使讲伫这个教育中无这个道德的观念，做一变贪官污吏。啊，所以咱即马来讲，这个同盟就是幼稚啊，幼稚即马一定爱和师长个教嘛。哈、啊，无这个同盟，袂当撇开。所以这个教育一慢慢知道一些社会学生知道行动了他要做什么叫做启蒙嘛，师长启蒙。这样感觉要师长跟启蒙，师长跟启蒙这个孩子都不一定能启蒙，你说跟教他不一定要接受，所以现在学校的孩子老师在教校的孩子，如果调皮有时候才说两个他们父母就拿大队来了，有的就连老师就打和校长大这些，所以这种是一种坏模样。所以这种孩子他没有考虑将来做流氓做地痞流氓，这就是不够启蒙，顺你的意思去做人做事安尼，吼、哦，即下一个就是你做人的人，你的囡仔若是讲去学校，师长给家人行教，迄、那个教师节，摕一个礼品去给感恩一下呢。这个书以前就讲过了，吼、哦，这个囡仔要行动是老师给咱教开，而且你若讲有礼。有力气呢，属伊个老师，感觉话，伊讲啊，这个囡仔爸母嘛捌力，所以对咱个囝会较，咱个孙啊，咱个囝往来较疼惜。这点恁爱做讲，你咪讲啊，都祈祷有去教下句，有去创啥话，不要这么想，因为这个囡仔从幼稚、启蒙，达到成年，还有一条真长个路。啊！若假使讲这款的精灵，老师无爱插伊，你这囡仔就麻烦。哦，佛法怎么办？佛法即摆讲佛法。哦，所以即摆先用是爸母，哦，啊教用者。就是师长啊。你知影，
所以你唔通讲囡仔，随在伊自然的大汉，必定爱调教。我甲恁讲真，恁的囡仔呐，这个成长中，你都无去甲注意的品行，伊去做的功课，你无甲引导，所以囡仔到尾我那唔捌话真。书，老师给教是对，不过你爸母无甲关心一下，都无对啊。成绩单拿回来看看，即个爱做，也是用伊干那去看电视，无去复习。你囡仔，你做爸母啦，无甲讲哦。我讲伊成绩直直落落来，除非这个囡仔有特别的聪慧，吼、哦，有特别的聪明，伊就听者，伊就知影，都考试都会响啊。唔过真个囡仔无遮济，啊！即卖咱来甲讲咱学法，学法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徒啊哈。即卖一个问题，佛教徒，佛陀甲咱讲个，是咱将来一定爱成佛。爱解脱六道，自度，啊，搁在度一切众生，将来较成就佛道。所以，这佛教徒爱自度兼度他，啊、哦，自度度他哈。这是咱一定要按靠可能解脱，安尼度他。开当成菩萨，甲成佛安尼。吼、哦，你无度他，真正袂使。啊，所以这本册甲咱讲，什么款的做法，才是大慈悲道会当成佛。吼、哦，这本《大宝积经》就是安尼。那即马要甲咱讲，末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你怎么自度？安怎自度？安怎用来度他？因为这条理程是从自度到度他嘛。哦，这是在法华经上五百由顺爱行，啊，不过即马末法，那么你要哪主导，较真正正确，什么人要甲你启蒙？因为过去咱无量劫都是因为无接到佛法，所以造业无量，所以等于轮回无量。所以我前日我甲你讲别句一两句话。天长地久有时尽，吼、哦！阿姨下面迄句就是“初心绵绵无尽期”，当伊是一个别句，一张是一篇足大篇的吼，难免比如个汉调代志。但即马我唔敢甲接一句讲：“天长地久有时尽，六道轮回无尽期。”讲过几只？啊，这六道不轮回无尽期。如果你跟他修了无正确，嘛是冤在六道轮回啊！干是安尼，就是我们的蒙蔽还在，蒙蔽还在的过去蒙蔽，开跟他做无量业，但是今生今世当接到佛法，搁在无刻妄，所以你要蒙蔽原来的咧。你嘛是虽然讲有一部分，可是你修了无正确，甚至个有些歹修，哈、哦。有些无修咧，感觉讲轻松轻松，我都佛教徒得啊。但你唔敢讲即文化咧重要，但文化重要，较会当讲文化是要问什么法。咱再讲一句真诶，你要听什么经，你将来才可以解脱，发菩提心才会稳固下来。这点是咱的重点嘛，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自度兼度他，一定要有人跟咱启蒙、启蒙，哈、哦。这种的人哈，会当跟咱引导将来入到解脱。佛经跟咱讲完好，因为要跟咱启蒙的主点是弥勒。咱的释迦牟尼佛，熟悉的啊！啊，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遮多，咱即马要安怎样来？当然，一生搁再我你讲十世，数都讲不完。
从阿含讲到法华涅槃，事那讲未完，十世哦。但是咱即马开始一个大乘，吼、哦，二乘咱拢附带讲，二乘譬如讲，即、这个叫殊胜体，十二因缘法，啊，甲即个六波罗蜜，这点就是要甲咱教讲如何主导，如何度他。知无？啊，这样代志，假使无甲咱讲好，咱这个要形成菩萨法困难。但是有时阵佫无勇气。啊，即马这个客望，这个人，甚物款的人，开当个人客望，就是有大乘佛法的根基，会舒服。哦，靠可能哦，无可能。啊，甲总讲，甲咱客望了了，咱这佛陀安怎修？但是你佫重要，着爱你家己好好去修行。甲总甲你讲个连篇，哈、哦，讲个安尼遮侪呢，你若唔修嘞，事嘛无法哩啊。唯有你家己去自省自灭啦，无变安怎？所以咱的蒙蔽，对讲即个蒙蔽，蒙蔽啦，哈、哦。咱过去无量劫就是蒙蔽嘛，蒙蔽就是无明，无分别是非，该做无该做，唔知影，无识的分别地，这叫做蒙蔽，也叫做无明。但是无明较做无量劫，从无始劫以来，咱个不断的生死轮回，哈、哦，啊怎样？啊，今仔日咱有这因缘。有这个师父甲咱开放，但是你无一定讲，啊，你就会收起来，所以叫做闻分修。我听偌济修偌济，一定爱精进进化。你若无进化，你今仔听也白听的，唔是讲我今仔定听，你这个也是那个无对。毕竟是将来咱做进去做学生，啊，将来咧。咱即嘛是基础建立无好，正是做学生，咱就讲，迄个个大学的学生，进入到教授甲教。但你做学生经过将来做教授，今仔日咱红多，吼、哦，但将来一定要多他，吼、哦。所以即个慧能大师讲，买者，吼、哦，买者师道，有即句吼、哦，好无？五者主动，迄就是要过迄个九港夜时阵。啊，所以咱即马就爱讲，我即马今仔无名利，事甲教，我用心来读。但我有一天我有水准啊，我就要奉行菩萨行，通来度他。安尼伫即因地度他，爱正确。所以你今仔日若智慧开，客往慧吼，智慧开哈。叫做慧见哈，对佛法有一个慧见，就等于正知正见就对，这就等于正知正见。你度他，较袂偏差去。哈，你度他就有一个真实的本事，那无咧。总共会按钢筋来个讲，可是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引导弟子。咱爱知影佛法是要叫咱将来成佛，这点是重要。但是你家己一个水准都没有啊！哦，讲一挂杂法，讲一挂无需要的，还是讲一挂人天法，迄袂当成佛，是。戒律的实践该做基础，啊，将来得阁精进，甲这个殊胜体会当圆满，十二缘起会当圆满，三十七道品会当圆满，安尼即个较主动呢。啊，将来发大心，甲用这物件来度众生，甲用六波罗蜜来度众生，甲十波罗蜜来度众生，但是这个问题拢爱正知正见。无政治正见，你才在这讲不出来。
哦，啊，所以即马你都爱想，末法时期，啊，善事刷得如恒河沙，你要去遇到一个善知识、正知正见的，很难遇到啊。唐朝的时候，慧能大师就讲了，选地就难遇。但是伫这个佛法时阵，唔是无选地相，是难遇尔，是歹遇到。啊，所以若遇到、遇会到，伊甲你教导。启蒙，哦，把以前无量劫以来这个蒙蔽的问题给你解开，安尼叫做启蒙，听无？安尼叫做启蒙，安尼来伊就智慧开发出来。啊，智慧，咱就爱以释迦牟尼佛佛法的标准来搁再甲教众生。哦，安尼，譬如讲，今师父跟随咪释迦牟尼佛读经出来，啊，我知安怎做，我才甲恁讲。啊，共同者爱恁有哪照安尼做，但是这个有哪含真相，一生一世，咪即个是无相关，叫做成德慧。但是今生今世你搁再加强，叫做加行慧，安尼来呢，较会固着。但是一定要发大心，啊！你要努力用功，努力用功，自然菩萨边啊，给你加持放光，那无没有，所以唔通过着空白日子。哦，啊，所以这里、個、我们讲真的哈、哦，这个学校哈、哦，生养的当然是父母，教养的就是师长，所以师长的恩，不要。不要忘记书中的因哦。有一天，你若已经成就啊，你去给他拜访，大家搁在哈、哦、互动，应该安尼。你的成长啊嘛，比如讲老师干呐做教授呢，唔过你给他成就博士啊，去给他感恩，一定爱给他感恩。哦，你若囡仔未晓，你爱教囡仔教。你今天的成就到底是你有用功，这是对的。可是哪一位师长给你启蒙的，当然也选择讲过去后对这老师讲，爱去和你互动，查出来，去查出来，因为伊比你年纪较济啊，伊已经是一个老人啊。你相信无？哈、哦，老师比咱较济岁。但是老师已经，我即马已经成就博士了。吼、哦，因是对得啦，就是对我的教授，甲我最鼓励对几个去找互动一下，互伊欢喜。伊学生已经成博士啊，所以这个叫做有一句话叫做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啊，所以爱去叫你的囡仔，若是有这个成就，去甲感恩，下面小可互动一下。因为一年级比学生更加侪去跟他们互动，这个是一种的心的感应，安敢了解？但是今仔佛法中，假使今仔日若无一个会当甲你启蒙的老师，注意你慧见啊、正知正见，绝对袂当产生，哦，无法当产生哦。这不是讲我听经就好，不是安尼，一定要得到真真正正叫做见到位的开悟。但开悟是什么人教我启蒙的？今物你来注意一点，哈、哦，这绝对别再讲啊，啊，都加减啊听，加减啊看，啊，加减啊读，安尼都不对啊。你的目标列出来了，你得向这条。这个目标去进动，你们听听，等下就给他坑了。啊，两句话过来听，不要这样子。平常就要好好的自我助修，那无助修，你得的话很少，因为人健忘真严重，叫做福报积欠，所以你一定要比别人去更加强用功，来了解这点。出家师有的是去学剃度师，
就无该正常，伊就免甲教。但是教书一年较好诶，好一个正师正见的师傅，有慧见的师傅，有慧见的师傅，伊就要珍惜迄个因缘，爱努力，看将来比书较高一点。吼、哦，哎，安尼较对。因为即个佛法是要叫咱修学，毋是干那要提见尔。注意叫好，是要修学，互咱将来真真正正有成就。吼、哦，菩萨心学着了，真真正正有成就菩萨道。因为做古就将来开始生活，咱即个佛法是安尼。但是书会讲唔对袂，会有时也会讲错。我咧讲哦，真真正正袂当无。过一本经，啊个长给读起来，迄、那个灵觉经，哈、哦，嘛是一半款。我看含这个，含这个其他看的有出入。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若无德文的话啦，吼、哦，要做人事困难，吼、哦。要将来你要做教学生，无同，所以温故知新，可以为人师。这个是孔夫子讲的。你直直听，直直听，啊，你直直思维，新的道理会走出来。啊，你要做人师，较有骨气，这个弟子呢，要做人师，就讲我今仔日将来我要度众生，我要讲经给众生听，安尼较袂出入想。出入伤大，吼、哦，这点是属那普通这款的，所以嘛是当时尽量讲，即嘛是较无用讲啊，年纪较侪，侪久那腰脊骨来生，吼、哦，所以你今仔日若无储存起，将来老，你要研究的时间可能较无遐侪，像即嘛要研究时间较少啊，因为即嘛是注重方法，后在我当时嘛切过看，看。无讲侪无侪，你要讲少无少安尼。吼、哦，恁记一句话，吼、哦，温故而知新，可以做人事。吼、哦，开当做人事啊，开当救度众生。吼、哦，啊，做即卖重要，迄、那个目标要有正确，菩萨道一定要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菩萨？什么叫做唔是真正菩萨？是基本不只简单能讲出来。对好哦，这未使唔掉钱哈。啊，做咱学学到到尾，你就知讲三十七道品、四圣题、十二缘起，这点用来自修。哈、哦，啊，这样将来你要教众生，有哪用安尼来教？安尼开始就咯。因咱这三宝舍个众生这个做恶业，甲伊讲伊个唔信。所以，基本来这都跟咱讲，你一定爱知影因果业，啊，搁知因起，这点是咱学法的人爱做重点。啊，众生就是因为唔知因果嘛，所以乱做一场嘛，该劝搁劝袂听，今仔搁有一个女菩萨老人带因祖囝来，带因祖囝来，会再去哦，请教佛陀。宣告什么代志？听到实在是伤心。因翁即马不断个掠鱼啊，啊掠啊，唔是掠鱼啊，做因翁有另外一个需要，叫做有时间去创啊，去偷鱼啊。偷鱼用偷哟，你知影偷鱼啊，就大尾细尾拢死嘛吼。含遐个小名，可是已经两种步骤出。第一，生个大汉查某囝，伫腹肚内就缺氧死啊。医生也甲逼出来了，生出来了已经面翻乌，这个报道出来啊。搁再一个流产，吼、哦，啊！你想想看卖啊？迄、那个生出来就面乌。这个含伊缺氧，算是鱼啊！你甲偷嘞，啊！这伊已经去缺氧了嘛，所以伊就浮水面啊，狂干、狂干、狂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报应是这样的。你那已经缺氧，底部都来缺氧就死啊！好、哦，出来一个人来啦，咩一个跳动，但是强要死去啊！啊！你这嘛鱼啊，
规个人。啊，你即马这鱼母甲毒死，海鱼啊，惊算死伫内底，死伫内底，会袂？所以这个报应，伊就是有心搁在流散。但是甲讲唔听呢，唔听啦，变怎？事甲想一办法，处理看卖啦。我刚刚处理看卖，家己做，吼、哦、啊，今生就现报。但无道理，啊，所以咱即马合法的人哦，你要甲众生，互伊会当明白因果哦。这点是咱这本经典来甲咱讲的，讲菩萨一定要低高业，好无？搁低缘起，就是叫咱卖执着世间的事法，啊，都甲众生爱教育因果业，是先做安怎？啊，有诶听了会相信，有诶听了未相信，未相信还是伊诶做法，吼、哦？啊，若未相信是啊吼，唔相信是伊诶缘。但这款这款道理吼，一定要甲众生讲，互伊彻底了解。吼，像迄、那个，拜这十遍八关斋，我得一交代，当日恁最好卖个食动物的吧，卖个太鸡啊。伊都唔信啊，唔信做过八关斋，甲煞变成一种无效果。啊，无效果就受苦报啊，就中风。哦。没办法，这众生顽固，难调难弄。叫好，不是好好教，但是你菩萨对人要有耐心，啊，耐心嘛，都要有因缘。有的人听久就烦了嘛，烦就是不爱听。哦，啊，你唔使讲，你一定爱将来文法明理了，各种这明理的这个理，通过来教导众生，因为你。四方世观已经发落来，吼、哦！佛陀要叫咱做菩萨，就是要叫咱成佛啦。啊，你发落来，你唔做唔合，无是变怎？吼、哦，记好，咱遮正百位遮弟子爱记好，吼、哦！啊，都要切实履行，唔通对这个业力马马虎虎，无要执着的相信，安尼是唔对，还是咱？啊！咱之前去作业，把迄个个化身，搁在蒙蔽。这个业识的政治主角，将来是不断的轮回，百劫千劫都轮回去，叫做六道轮回无尽期，未当结束哦。我咧讲真正，哈、哦，安尼好，咱看警告。这条先甲恁讲一下，有哪爱有真正的？诶，优秀诶，师傅，甲咱启蒙，吼，阿恁迄个蒙蔽，迄恶习先开开，安听无？阿无遇到法师，若是无迄个水准，唯有甲恁做一个讲阿念佛，阿来讲助念。他佛法不懂，看你们跟那个跟那个书有什么用？哦，这是属实在之下。不，咱即马吼，前回吼，咱即个160页诶头前吼，有讲数量处嘛，显出来未？好无？有讲数量处，所以即个数量处诶中间有讲到心量处、受量处、心量处甲法量处。啊，即马即个是五定相关诶即个问题，讲观修思考观。观心无相，哈、哦！啊，即马讲到到尾呢，修量处就讲修行者，哈、哦！诶，其实呐，即马讲这个，哈、哦，上尾啊，古这个心量处，哈、哦，是给讲卖哦，这个身执着这，因为身躯是臭的物件，因为这身躯是屎汤啊，啊，敢若像是屎讲安尼。生活甲恁听有干呢嘛？身躯都规个门梗也臭，啊，流汗也臭，大小便拢臭，啊，搁食个土菜嘛是臭啊！吼、哦，啊，若头毛几工啊无洗，都规个头破，嘛是一个歹味滴嘞。生活就讲到这个嘛，啊，讲到这个中间吼、
即马过来讲修炼，就讲修行者哦，随顺修。啊，不过顺修中间嘛有一个顺因顺修吼，譬如讲咱一生的命运安怎样，啊，随命运。啊，卖唔叫讲啊，这个命运我不爱，啊，我看要下当搁再改变命运。所以，这个人生的修有苦修，要乐修。顺境就乐修，啊，逆境就苦修，这是必然代志。啊，记好哦。但是伫这个苦修中呢，你要按分修记，卖出差错。啊，另外一种叫做下修，这个下修叫做。哦、不苦不乐修，按、啊、那不苦不乐修就讲，这款物件好啊好，无嘛不要紧安尼。哦，这政府甲咱讲，所以用这个，啊来观这个实相，哈、哦，诶实相来观察，来叫咱观修是苦安尼。啊，告诉你呐，越开苦愈侪。我甲你讲，顺修后边有带着苦修。你叫好，现在这个政治问题贪污，也别人苦受。你应该知影，跋筊也是讲落土中，也别人苦受。有的开搬走，惊人来抢劫，惊来绑票，这是现实，就是安尼啊。敢听有？所以我们那唔通有过分的祈求，安尼也袂使。所以进来底甲讲。一切拢离不了苦，这是乐修后边苦修。注意哦，这句话你记好。趁钱趁钱，若正当赚的，都命运正当赚还好哦。你若是用欺骗干啥，后边拢总苦修。生理人有哪安尼？有时阵你趁钱多，学钱多，到尾一群拢倒进，这后边都苦修啊。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行为哈，一定要真合理，合啊，这个中道，不然的后面哈很苦恼，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顺修的后边有苦修。啊，所以你从这个世间的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哈，那个观察，到世间法加观察，这个是世间的。哦、所以修就是一切离不了苦。世间法啦，这句话是爱讲世间，唔是计讲咱人诶自性实相。世间法你甲看，啊，别拢安尼。做应做诶人，我怎么甲你讲？百分之百拢总得点，因为伊起自夭寿，吼、哦、无天良，人搬入去大都迷迷茫茫。所以每一个应做像拢多，迄叫做偷啊、欺骗、趁钱，叫做乐修。不过到尾倒落，叫做苦修。所以观修是苦，听好无？有诶是三当、两当就倒了呀。太上感应篇讲诶，三年果就现出来。要注意，所以这内底吼，所以这个。那会当卖毒修吼，啊，就当对治乐的颠倒。所以咱来当安分守己，卖活亏。我跟你讲，你较真正快乐。那无迄个讲，通个快乐。你若不对颠倒的执着，无一人快乐的，叫做后壁拢总全都苦修的。咱今日世间伫趁钱，直直贪取。啊，个食嘛真好食，到尾会苦受到地甲无归脱相。有啊，食真济啊，吼、哦，吃喝玩乐啊，不过啉啉诶，去路边甲蹦蹦死安尼，会足济啊。好，休息十分钟，明天准了啊，好。